这就是整个慈溪岩瀑，也可以看一下不同于澎湖的大国月的柱状玄武岩。你看一下这个形状，有点像瀑布，它有一个很重。然后还有人在拍照，这是整个慈溪岩瀑，非常的漂亮。接下来看一下，这边是荒废的九孔池，这边叫做这个慈溪，然后又九孔池。今天是2023年的5月13号。